姐妹，你是安怎？我是安怎，免你管。换你啊！即马是行到倒位啊？N13，不是N14。安怎？未过后一步棋要安怎行对无？因为伫你的头壳内，你的棋已经乱去啊。我拄则有淡薄戆神。这把棋我认输，你当然嘛要认输。今麦你的目睭看无，心嘛乱去啊！今日这把棋除了输给我，我唔知啊，还佫有甚物其他的可能？师傅，你已经无法度去教我啥啊！唔，若是无法度去做我上强的对手，甚至是就参照你家己讲的。你敢那会晓拖累我？这个姐妹哪会当安尼讲话啊？你即摆目睭看无啊？我真正唔知影，一个目睭看无，甚至是未来拢是黑暗的人，是要怎修复很大？就算将来你妈真正争取到当书店的位置，但是这个位置以后是要传给谁？敢不是够好？你迄个无才调的小弟，还是交予你这个连家己拢无法度保护家己的你。敢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敢有人逼你讲这话？你若是拄到什么困难，你能坦白甲我讲，我替你想办法。无人逼我，在这个世间，唯一当让遐尔痛苦、遐尔失望的人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孙焕然，你拢会用个为着，要让我找到利弊解散你，想到搁找伫我面头前，你想到无爱开起消息，卖搁造成我的困扰啊！我造成你的困扰，你的存在，就好像就是一个针，伫个志凯心内底，一直怀疑我，破坏阮阿母的关系。你了准讲，你定定的伫我背后守护我，是为我好。其实你只是给我做为难的，因为你什么都无法度替我做。就参照迄天，你来病院看我，连想要替我倒一杯水，拢无法度倒。有啥物？今日讲到要收超过啊！哎，林秋啊，你想要创啥？放手，我要告死这走样！他冷静的啦，你。佳美，你跟我受伤，爸妈，你哪来啊？安怎？今摆我对伊较无客气尔，你伫替伊唔甘？你想要替这个袂见小查某讲话？我唔是这个意思，反正。你袂当怪你妈妈这么生气，连我拄则听姐妹讲话，我就嘛只想要出手来落去。爸，你唔知影头，唔知影尾，袂当客气，出在姐妹身上。姐妹唔知影头，唔知影尾，阮自头到尾听得足清楚的。我看你是头壳昏去是无？哈？这么自私的查某囡仔，你竟然把你的感情浪费在伊身上。爸妈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会晓处理。敢当请你先离开。我总算是了解你心肝内想什么啊！原本我刚刚就奇怪，为什么连阮焕然出现在你的婚礼，你也是同款选择志凯？原来这一切拢是你计划好势。阿金认为我有甚物款的计划？你想要将所有权力揽在你的手里，
你想要霸占恒大所有一切，你发觉文怀然伊毋是遮尼好配合，所以你着将脑筋放回志凯的身躯顶，因为伊耳空轻，伊心软，所以对你来讲，伊真好控制着。我无了解你的意思，你着是要用你李家新妇的身份，你把恒大一步一步掌权，包括叫你的弟兄来公司上班，这嘛是恁协议好势对无？恁私底下是毋是讲好要合作，要做伙将这间公司吞落来？妈，这面是我恒大的心意，未必咱任何一个人较少，你别当安尼质疑。犯人啊，你莫过来质问不过我好不好？到时莫过来为何伊，过来替伊讲话哦。因为我了解，这面毋是恁讲迄款啊。孙焕然，你无需要替我讲话，我感觉需要你离我较远的，莫再来叫了我离心。你这草根仔哪会变成安尼啊？你实在是啊！佳美，去我后边。我无爱，给我放开。连我话你拢唔听是唔？